爸，等下给我5000块好不好？你从虾米位？我朋友他养了一只吉娃娃，很可爱，最近刚生四只小狗，啊，我就跟他要，他妈妈说没有用送人，一直要卖5000块。你爸在你这年纪的时阵吼，已经伫工厂做工做三年啊，逐工带三十几个人咧，踮遐车拼拼地搬，我咧甲恁老母咧，吉娃娃。